Our first speaker for this afternoon session comes from Hong Kong. When at the age of just 24, he has already earned his first million. At the age of 27, he became a top director in a very large company. The revenue of the company was so outstanding that a public listed company wanted to buy out that business. In 2013, Hong Kong 001, Harris Tang, led him to Jeunesse. His hard work and capability enabled him to achieve his double diamond, his diamond directorship in a single year. Please welcome Patrick Tang. Malaysia跟新加坡的伙伴大家中午好 哎我都忘记了UHS 我们是 International 我听完中文我就上来了我都忘记了还有英语还没讲所以第一次上台上两次的刚刚 OK 讲什么话好啊 广府话了啊 Yeah UHS 是 international 今天早上大家听了普通话是吧听了英文是吧好了下午轮到我们什么广东话的天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有点奇怪我想起是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做什么呢老师未来在我班房里掉粉刷 哇！我哋一入嚟嘅时候，点解全部安静晒嘅咧？有啲古怪系咪？所以我哋都忍唔住咧，因为 UHS 咧，我哋都系外玩嘅人嚟嘅。OK， 所以上嚟咧，同大家开心一下先。我谂呢个氛围啦，呢个气氛啦，系好重要。因为好多个朋友，我相信唔单止话想改变自己嘅生活，想改善自己嘅生活，仲想点啊？有个开心美好嘅人生，对嘛？ 咁所以我諗喺過去呢3年幾嘅時間咧，我喺系統感受到一切。喺過去嘅我創業嘅20年嘅過程個路途上邊啦，喺過去呢3年時間咧，帶嚟俾我真真不一樣，係我回想翻啦過去咁多年係我最開心嘅3年。所以頭先大家聽到咧，阿 Tasha 同埋 Dr. Julian 咧，佢介紹我，佢將我嘅背景講咗出嚟咧，冇錯，係佢哋對咗10%、10%。 其實你話我過去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嘛 ？No， 我完全係一個失敗者。如果好多個朋友你未了解過我背景嘅咧，你未必會明白到嗰種嘅傷痛。我好記得喺過去嘅20年啦，冇錯，我曾經擁有過成功，我曾經賺過頗為可觀嘅財富，但係有用嗎？冇用。 因為一直咧都得唔到我想要嘅生活，咁所以喺2013年嘅1月份啦，咁當時 Harris 同我講完 Janessa， 咁我就決定我全力去投入設施。所以好多個朋友咧可能會覺得成功有好多好多要具備嘅元素嘅，但係今日其實 Patrick 我喺呢個平台獲得今天呢個小小嘅成就，對我嚟講。 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乜嘢呢？我想借住喺未嚟緊呢30分鐘嘅時間呢，我深入去同大家分享呢個係我過去嘅20年同而家呢3年有咁大嘅改變啦。我認為我睇到係一個最重要發生喺我身上嘅元素。我唔知在座嘅大家喺台下嘅會唔會有所有同感？如果有嘅話，你只要作出呢方面嘅改變呢。 你哋嘅業績、你哋嘅團隊、你哋嘅評級喺未來嚟緊呢半年嘅時候咧，絕對會不一樣，好嘛？所以頭先我講成功咧，冇錯，需要具備好多好多嘅元素，但係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喺呢個平台上邊走過呢3年係啲乜嘢咧？係我願意放低自己，我願意去改變。 重新再嚟過，我唔知有幾多個拍檔曾經上過艾莫老師嘅總裁班，可以舉手示意俾我睇睇嘛？哇哦，有一半嘅人未上過。
下一次的艾慕老师的总裁班是几时啊？7月9日，而家是6月17日，今天系咪？马上报名！我好记得艾慕老师在个课堂度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话要从一个山爬上更高的山，要做啲咩动作呢？必须要你从呢个山旧有的山你落咗去，然后先至点啊？再可以爬向更高的山嗰度。对我嚟讲，喺过去就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少少的成就，而且我的经历我不是一次，我跌咗落谷底再上嚟，谷底再上嚟，喺我人生里面经历3次啦，喺我事业嘅生涯上面，所以形成到我更加自我，我更加觉得我只是超人。点解头先我所讲话过去我一路得不到我想要的嘢咧？对，我曾经拥有财富，你知唔知？曾经有一次我跌咗落去谷底嗰阵时候，有一次我太太同我我喺事业高峰嘅时候，我太太同我讲：哎呀，不如我哋 planning， 我哋去旅行啦。你知唔知我讲咗一句说话？我当时完全冇咩感觉，但系当我跌咗落去谷底嘅时候咧，我再回想翻我自己讲呢句说话，我觉得好羞耻。当时讲咩咧？我太太话：我哋都未试过一家人去旅行，我两个仔仔啦。我大仔兒今年11歲，細仔8歲，但我跟我太太結婚11年，在做節師之前從來一次去旅行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有一次我在人生高峰的時候，我太太說去旅行，我跟她說什麼？我說 OK， 你們去吧。我說錢大把，你們喜歡去哪裡就去，但是我走不開啊。在當我事業高峰的時候，我說這句說話，我是自己不期然，我自己不知道的。但是跌落去谷底的时候呢，我连钱都没有了，不单止没有时间，连钱都没有了。所以当时我自己去反省，我的人生是不是这样过呢？我这么努力去赚钱，到底为了什么？其实很多个朋友，我相信或者男士们，很多很努力去工作，很多很为了自己的生意全力以赴去拼，为的是为了什么？我想问大家，钱有用吗？啊？对呀，对呀，钱当然有用，没钱就没用，但是有钱不代表一定有用。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知道，人紧张就讲普通话了，再紧张就讲英语了。但是我不懂。所以当刚才说什么对，在当你有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发现没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财富，那种的痛苦惨。但是你那一刻你想去改变，可以改变到吗？ No， 人呢没办法去改变。所以我当时我来到节师呢，因为我过去是自我，我在头那3个月我全力以赴，拼尽我全力去做。我想问朋友，我每日要你睡2小时，你可以吗？谁说可以的？我不是说一，我不是说一日，是说每一天。你知道我头 我来到节师，我为了什么？我过来节师的时候，在人生我是去到最谷底最谷底的时候，我是负债几百万港币而加入节师的。我当时为的是什么？我是一家之主啊，我太太没有做事啊，我两个仔仔要养啊，我不吃，我两个仔都要吃，我太太都要养啊。知不知道我不养我太太会怎样啊？总有人养的，但是娶个太太回来是要自己养吗？所以我当时我尽了我全力做什么？我定了个目标，这个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梦想是什么？我要赚80000港币一个月。讲起来好像很好笑啊，不是吗 Patrick？ 一个月赚100万港币 不是百万，8万。我当时这个不是我目标，这个是我梦想，因为我没有80000，我过不到下一个月的生活。所以我来到节师，用我过去非常自我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有网络营销的经验，我亦都曾经带过团队，
因为以前曾经试过成功过嘛，我就用我过去的经验啦，我走嚟发展自私。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可以达成我目标嘛 ？No， 大家有睇过后台，我哋系咪有个碰局嘅报表嘅？你个碰局报表，你会睇到每一个月嘅一号去到月底到底系几多个碰局？我由2013年嘅一月份开始，去到月底，噗，我睇一睇。几多碰呢？我第一个月40几碰，你哋咁样话代表咩啊？太少啊，犀利啊！但是我不满意。你知道，如果要赚，我当时我自己计数啫，收入冇任何嘅保证。我当时我计数，诶，我要赚$80,000，我即刻计一计个 marketing plan， 我要做咩？我要上 Ruby， 系吗？上 Ruby 咧有機會可以達到呢個收入，所以我全力去拼，我就望住乜嘢去拼呢？我就要 Go Ruby。我當時完全冇諗過咩 Go Diamond 要做 Diamond，nothing。我要做嘅係咩 ？Ruby。因為當我如果可以成為 Ruby 咧，我相信我生活嘅問題、我嘅難題可以解決。但係第一個月，我每日瞓2个钟头，全力以赴去做。我每日見嘅人最少見10个，我每一日啊。Harris 佢同我讲，我系咩咧？系 OPP machine， 一揿个掣，嘟，跟住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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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讲完45分钟 ，next 下一位，跟住再揿掣，嘟，又再嚟过啦。Every day 我每一日我都系咁样做，出咗嚟嘅结果系点咧？第一个月40几磅，我唔甘心。第二个月我继续沿用我自己嘅方法，全力去拼。出咗嚟嘅結果40-50磅，都係上唔到200磅。第三個月我做法冇分別，都係用我過去以前嘅方法，我全力去拼，得出嚟嘅結果咧都係40-50磅。當時 Harris 見到唔係好對路啦，哇 ！Patrick 條友仔咁樣再做落去咧，真係會佢為咗救我命啦嚇。當時咧 Kim 咧就咁啱嚟咗香港。Harris 就捉鬼咗我去咧，就的我去就見阿 Kim。我好記得嗰日咧係2013年3月28号朝頭早9点钟，喺我哋香港尖沙咀有間朗庭酒店。當時我去到 Kim 同我講咗好多嘅嘢，最重要嘅我記得係有兩點。第一 ，Kim 佢重現翻我嘅夢想，因為對一個失敗咗咁多次嘅人嚟講，我唔敢再夢。我不要富貴，我不要奢華的生活，我要的是什麼呢？我要 stable， 我要穩定。我覺得我擁有穩定，我這一生人我很滿足了。我不要再大富大貴榮華的生活，為什麼？因為當時我的夢想完全幻滅了。第二，最重要的，真正改變了我一生的，Kim當時跟我說，我到底想不想過回在過去20年的生活？ I say no。絕對不想啊！Kim跟我說，他說 Patrick， 你要改變。當時 Kim 跟我說，要用系統創富。我當時還做很多自己的事，我還看 OK， 大家要聽真實的說話嗎？是當時我心底的事來的 OK， 我去到後期我才知道完全是錯的。當時 Harris 給那些 PowerPoint 我看， Oh my God， 我這些 PowerPoint哪裡見得人的？人家看這些 PowerPoint 是不會 join 的。我做了什麼呢？日日我是完全不懂 Photoshop 啊，搞那些什麼 PowerPoint？No， 我不懂的。但是每日完了我回家，為什麼每日睡2个钟头呢？夜晚在那堆堆砌砌在那搞 PowerPoint， 搞到很漂亮。當時 Kim 就罵我了，搞什麼 ？Sorry 因为你不要做这些 PowerPoint， 你要睡觉的 Patrick。 你知道那时候 Kim 讲的时候我明白吗？我不明白，我还认为我还认为我是对的。不，我看一件事，当时我看到在自私 Kim 已经非常的成功，如果我真的这么厉害的话，我成功了，
況且我喺節師嘅平台，我試過啊，我全力以赴去做啊，我做咗三個月啦，得到我想要嘅嘢嗎 ？No， 都係得唔到啊！衝嚟衝去都係做到頂曬榜啦，做得四分之一我嘅目標啫。所以我當時我決定咗做咩咧？兩個字，相信。雖然喺嗰一刻，喺三個月非常自我嘅 Patrick 嗰陣時，個心都唔係好唔明，完全唔明白。但係我覺得我唯一嘅選擇係乜嘢？相信。而就係因為呢一份嘅相信啦，讓我真真正正嘅改變。我記得當時咧，我自我程度去到邊度，同 Kim 即係 Kim 教訓完我一輪啊，走啦。我仲記得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落級嘅樓梯，我同 Harris 一齊。我同 Harris 講咩咧？當時 Kim 我同 Harris 講，就信佢一次，唔得先翻嚟揾佢。你看。你看當時的 Patrick 是一個什麼人，直至到我上了艾莫老師的總裁班，我才知道什麼令到我過去的二十年我會這樣上下 boom 落回來，上下 boom 落回來，我卒之明白。我上完第一次我明白了之後呢，我選擇些什麼，在香港過去二十多屆的總裁班，我從第一屆開始我沒有選擇過缺席一屆，每一屆我都在培訓現場。在過去一直還未得到真正的成功。Why？ 就是因為可能在世界上有些秘密自己還未知道，自己還有很多的死穴需要別人去為我解開的。所以我當時很重要的是 Kim 跟我溝通完之後，我相信然後去改變。但是朋友，我想問一下，你認為改變痛苦嗎？人是很喜歡停留在舒適的地帶的，改變絕對痛苦。你看我的身形，啊，當然如果不是我怎夠膽來馬來西亞。所以說什麼，痛苦，改變是無窮的痛苦，告訴你。有一次我決定了 OK 改變，我要瘦身， Harris 呢就帶了我去拉筋。我跟你說比更難受，痛到痛不欲生。我直頭做了不夠十五分鐘，我的頭暈到直頭好像耳水不平衡，我站不穩我人，我說不行不行，教練我不可以了，我真的要那個了，我不可以再做了。他說，很正常的，這個很自然的，不怕的，你唞一唞沒事，等一下再來過。我心想你當然沒事啊，他還在這裡這樣賴。我第一次放棄了，回家再想一想是不是要成功，我覺得要。第二次再跟 Harris 去，同樣都是痛苦，但那個痛苦度減輕了。但去完第二次呢，我決定了放棄，我沒有去到。我做些什麼呢？我想盡方法令到自己輕鬆的方法可以瘦身的。做什麼呢？我朝朝就去打乒乓波，因為我想起我的嗜好，我的興趣是什麼。我小學我是很喜歡打乒乓波的，但是當我小學六年級畢了業之後，我沒有揸過塊乒乓波板了。最重要都是做運動，做運動打乒乓波都有得拉一下，是不是？但是找人打呢， Vincent 呢，我們香港的鑽石 Vincent， 他住我同個屋苑的，那我就罵 Vincent， 我說 Vincent 懂不懂打乒乓球啊？ Vincent 說，懂，我很厲害的。那我說，那我一起打吧，是不是？我就罵他什麼呢？招招打，說不是吧，招招。我的人是這樣的，一是就不做，一做呢，我就怎樣，徹徹底底搞定了先的。我就是喜歡這樣的人，OK？ 那所以當時打了一天， Vincent 說，天天不行。咁我就諗方法啦，冇人同你打點打咧？我想問下，點自己打？我買咗個嗰啲發球機，噗噗噗噗噗嗰啲，我就對住部機打。所以大家而家你見我瘦咗少少，係咪？呢個就係嗰啲嘅成果嚟噶啦。但係 ，thank you。但係我都係接受唔到，做咩咧？
我唔想再俾人讲香港的刘德华，一出嚟嘅时候扭都扣唔埋。I don't want， 所以我决定咗 ，OK。今天呢度咧有600人吓去做证，我想话俾大家听，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今天你要成功，你要做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向住个目标全力前进的话，冇嘢系难到你的。好似今日上昼 Samson 所讲 ，Impossible is nothing。这个世界冇嘢系唔可能的，最重要你掌握到正确的方法，点样去运作，点样去做就 OK 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听，今年我是绝对绝对，我一定成功的。咩成功？我会减肥成功。再将我的坏习惯戒掉了，我是吃烟的人，我吃了20多年烟。有一次2013年的12月，当时见到 Kim， 好像吃紧饭，我忘记了吃紧饭，吃完饭，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你们身边的朋友吃烟，吃吃饭你不见了他的，我去个厕所先，系咪？去完翻嚟咧，咁我翻到嚟，当然啦，被 Kim 发现咗啦。Kim 话戒鬼咗，戒咗烟佢啦 ，Patrick 唔好食啊。我话 OK， 我会噶啦，迟啲。阿 Kim 话咩迟啲啊？要做 immediately， 马上立即做。我吓咁，咁啊跟住咧，同 Kim 勾咗手指尾，打埋嗰个印。我知道打了那個手指模就慘了，玩完。從那一刻開始，我將我包煙火機丟掉了。2013年12月，我沒有吃到了。 Sorry， 聽我講埋先。煙我沒有吃，我答應 Kim 戒煙，是不是？然後用什麼代替了煙呢？我用戒煙的香口膠代替了煙。But， 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重要，其實你一定要想，就是到底有些什麼是你為何你要決定去做。正如好像當日 Patrick， 我在節師，我為什麼我要決定我一個月要賺80000元，而見完 Kim 之後重現了我夢想，我知道我要 go diamond， 我要上 diamond， 比家人更加好的生活，不是比他們 stable 的生活。因為過去 Patrick， 我曾經在曾經賺過錢的時候享受過 ，yes， 我享受過 ，but 我兩個仔仔點樣呢？如果我在我有能力的時候，點解我不比家人好啲嘅生活？呢個係當時 Kim 佢重燃起咗我嘅夢想，我知道嗰樣嘢要，我就全力去衝。同樣地，今天所有嘅 partner 一樣嘅啫。你今日你要問自己，你為咗啲乜嘢而去做？我42歲啦。我發現縱使繼續這樣下去，我知道財富只會不斷不斷不斷地增加，但是當如果財富繼續增加的時候沒有了健康又怎樣呢？我時看到這個報道，我看到哇，很多很年輕得到一些重病，他沒有真的沒有機會去享受自己的財富，沒有機會去陪自己最親愛的家人。所以我覺得錢不是一切，最重要是什么？有钱、有健康、有时间享受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是重要。所以我立下了决心，我今年的年底12月31日之前，我一定会完成我这两个目标，将我的戒烟香口胶肯定戒掉它，同埋绝对会减肥成功。你们到时会见到个真正的刘德华。大家记住，今天如果一些事，其实我都是普通人啊。如果你3年多前你見到 Patrick 跟今天在座坐到大家有什麼分別？我知道今天在座可能有很多都是一些企業的老闆，一些大的企業家可能在這裡，但是我告訴你， Patrick 在3年多前我都是一個普通人，雖然現在我都是一個普通人，但是過去你說 我有什麼特別的技能啊？是不是因為 Patrick 我曾經做過網絡營銷有經驗，而今天在節師可以走快一點啊？ No，
絕對唔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我係用我過去嘅經驗走嚟做哲思嘅話，我絕對唔會有今天呢個小成就。所以我唔知道台下幾多個朋友過去曾經係接觸過網絡營銷嘅，過去曾經有經驗嘅。對我嚟講，我睇到最重要嘅係咩？我放下咗自己啊！我記得我上咗紅寶石，第一次喺2013年5月份去地中海遊輪。當時是我第一次跟哲思的假期我去，在上面呢，我聽到領導，我聽到 Ewan， 我聽到一些領袖在台上分享。那一刻我立刻我感悟到，哇，這個 trip 我來得非常有價值，還有因為我上了紅寶，我告訴大家，成功是要自己爭取的。我當時爭取什麼？到底我作出了什麼去改變？我怎樣放下身段？你知唔知喺臨尾落船嗰日，我好記得，我總之就死跟住咩咧？我就跟住阿 Harris， 盡量有咩機會咧可以跟到阿 Samson、Ewan、Kim 佢哋，有機會可以問多佢哋一句，或者講難聽啲，埋到佢哋身嘅話，我總會機會會比較高啊。因為當時其實仲未有official channel， 當時仲未有呢啲嘢。咁我比較好少機會啦，其實可以去接觸到 Kim、Samson、Ewan， 所以我當時我爭取機會啊！我做乜嘢咧？有咩做？搬行李搬啊！我覺得榮幸啊，簡直！呢個係咩？我放下咗自己嘅身段 ，no， 我要去學習。點解？喺呢個行業 ，Samson、Ewan 佢哋係我嘅前輩，但係喺過去最早嘅時候，啱啱嚟到哲思咧。我認為 Patrick 我自己好不可一世啊！我成功過啊，我揾過錢啊，我知啊，我懂啊，我知道點做啦。如果我真係知道點做嘅話，坦白講 ，Patrick 根本唔會喺哲思呢個平台，我冇可能過咗嚟 Janice 啊！我仲過緊過去以前曾經成功嘅生活啦。所以過去我唔知喺馬來西亞，大家有冇聽嗰個廣告？有冇鐵達時手錶啊？馬來西亞有係嘛？你記得以前佢哋廣告香港佢嘅 slogan 係咩？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我20年前聽過呢個 slogan， 原來入咗我個腦。以前我個財富就咩咧？不在乎天長地久係咪？曾經擁有係冇用噶。所以不要看那麼多電視，看電視無益的，看 UHGS Official Channel 吧。要得到長久的擁有，這個才叫做真正的成功。 OK， 所以今天無論在座的，可能現在大家已經帶領一個小的團隊，或者可能你是全新的，加入了之後可能短短一個星期兩個星期，跟住系統的方法去做。如果過去曾經在你的事業上邊，喺你嘅生意上邊係成功的，你曾經賺過大錢，或者而家你的企業都做得非常的輝煌的話，如果你決定在哲思呢個平台，你要全力發展的話，一個方法、一個方向、一個方法，你要做乜嘢？拋低過去所有你認知的嘢，將你個杯水倒乾淨，新的水才可以注入去的。你知道我們香港去文具店，我們買筆，馬來西亞呢，你是這樣買原子筆，通常是不是你要他給你白紙，你一疊這樣在上面畫一畫， right？ 對不對？香港是這樣，馬來西亞也是這樣。你看看，如果今天你要買一支原子筆，你拿了上來，你要試著拔開蓋，你看到第一頁，哇，全部畫滿了東西，你會怎麼做？你會揭去後面那頁，是不是？後面那頁又畫滿，你會再揭後面那頁，直至到你找一個地方有空位的，你才會試你的支筆。而今天在 GNS 亦都是一樣，如果自己今天不是一張白紙，當時的 Patrick， 我寫滿了過去我的經驗在這裡，我還可以將新的東西加入嗎？如果當時我不是將我的心態掏空，將我的自我擺低，將我的 ego 擺低，所有 Harris 上面的領導，他想教我東西，教到嘛？
No， 佢只会揭去后一页，嗰、那个未必系 Patrick 啦，可能 Harris 帮助咗另外一个人成为咗 Diamond， 可能 Patrick 今天继续咧仲未可以成为到 Ruby 啊。所以喺度，我衷心嘅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今天如果真系喺哲思呢个平台，你要成功，先问自己一件事情先：你到底满唔满意而家自己嘅现状？如果喺呢个生意上边，你满唔满意而家你成个团队嘅现状咧？你满唔满意而家 Janice 呢边嘅收入咧？如果你发现 no， 我系唔满意噶，你要做啲乜嘢？你必须要改变，而改变系痛苦嘅。人好容易走翻入去佢嘅舒适地带，所以点解我哋继续都要不断去争取上课艾莫老师嘅总裁班？我哋系统好重要嘅几个大型嘅课程：一艾莫老师嘅总裁班，第二系我哋嘅创业新典范。香港我哋已经进行过第一届嘅创业新典范，喺嗰个嘅用个方向性咧，同艾莫老师系两种嘅方向嚟噶。因为今天成功，刚才我讲过是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元素的，这些元素你去哪里可以拿到呢？其实在我们的系统课程上面你可以完全体会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届也有创业新典范的在香港我们会举办，另外英文版也会在印尼去举办的。所有这些系统性的活动，大家你不需要明白，你不需要理解，只要你告诉自己，我在哲思我真正想成功的话，唯一的方向跟着个 way 去做，你愿意改变，愿意跟随着这个方法，你距离成功，距离你的 Diamond 的梦想不远了，好吗？希望在下一次我再过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大家有所改变。下一次见到大家的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接下来下一届我们的创业新典范上面再跟大家见面，好吗？加油！